这份档案有通过无？迄啥呢？俄罗斯即摆来换啥？换以色列跟哈马斯。哈马斯的，那伊拢讲讲哈姆哈姆就是超级大。哈马斯。啊，哈马斯今年前年都不要正个名字，即摆打未煞吼，即摆换啥？换缅甸啦吼，你们泰国一点点缅甸，以前很可惜的钱啦。啊，佮加中央佮加菲律宾吼，啊，佮有，迄个啥呢？渔村之花呢？迄一个人无小心吼，就爆炸呢。所以呢，迄个使者的大师就是啥呢？就是文殊菩萨在来化身的，但讲啊，讲三界之中。混掉了，只有无明不了转。伊讲这个三界中间哦，纷争的代志有够多啦，啊，见精散有够多啦，哦，啊，天灾地变啦，天灾人祸啦，足多，哦，只有啥无明，咱众生在十万几年来遮所做的无明，甲咱现时所做的无明造成的业。啊，迄、那个业就是啥？杀来成道，众生一个业，杀来成道。有两种，叫做共业啊，甲平业。共业，共业就是讲，大家拢影响袂到的，迄叫做共业。哦，就即摆这个战争啊，吼、哦，这叫做共业。啊，这个文业，这种叫做强业，伊会拢会影响大家。恁叫做强业，大家拢会去接受着的强业。啊，迄、那个白业，迄、那个叫做个人，你个人做的，你有哪些去承担？哦，像咱的祖先啊，做了歹吼，会拖累着咱袂？嗯。咱较早讲啥？讲迄个积德。因子孙，啊，若做罪，啊，累子孙，哦，所以迄这条上这条咩这条线，这拢会影响，这叫做白业，啊，个别的个别的就对啦，哦，啊，所以呢，是无明的啊，这里无明啥，色天无分，无离分甲咱讲，叫做白，叫做无明，无明的啥，无明的是不快，咱若咧开车啦吼。一定，迄个车的顶管吼，有一定迄个粉啦吼，炸的安尼叫做快活。嗯。吼，无明就是无智慧、无理性，无，所以咧做真济罪，就是因为咱无。哦，所以一个家庭，小心，你一个家庭有阵时啊会乱乱乱的，就是咱无明。哦，啊，无明吼，伊啥？无明慧，吼、哦，会发迄个无明慧，会脾气莫要走出来。敢是无明慧烧起来啦吼，会弄个山体离婚。虽然咱讲个人走个人的啦，阳光道吼、哦，啊个人过独自的独桥，变来去。吼、哦，咱今日咧修道，就是要道上方便。要去掉这个污名，哦，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人生的意义，来，哦，我们这个家庭的必须德化家庭，所以呢，咱今日呢，哦，一定爱了解人生来的目的，哦，人生来的目的是要创啥？因为每一项物件拢有个目的，每一项物件拢有个结果，比如讲。我买一支目镜，这支目镜，这支老花眼镜，伊目的是啥？就是你看，对不对？啊，我若买了，我甲存咧吼，无咧用，迄个目的走袂出来。我若买条车，这条车怎啦？就是你来开，啊，我若买了，我甲存咧，迄个目的伊的宗旨失去，意义嘛失去。哦，人生来到这个世间，你。这个用道内底是上尊贵的，对啦。所以世尊讲，降为人生，
最尊贵，所以伊呾出世，伊就惊呾，东行七步，西行七步，南行七步，北行七步。伊呾一手知天，一手知地，讲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咁是咧。啊，迄、那个我唔是咧讲世尊尔，迄、那个我就是咧讲咱人，咱的本性最尊贵的。哦，啊，咱做人最尊贵，所以咱起来会当来做人。欸，做人哦，是干足对啦吼，真正爱好好珍惜。那走去，那去沦为三恶道去啦吼，畜生道啦，地狱道去吼，遐唔知咧关几千年，哦，唔知咧关几千年，唔知影。啊，要怎来做人，唔是遐简单。所以会当做人。哎，好好啊，珍惜哦！啊，离这个拄则讲，离这个过年，也到过半月。啊，这个过半月哦，咱啊，咱这个爱上的点灯的点睛哦，无真好。那是他爸几个，爸，这里无超过两百哦。哦，啊，过年都过年哦，拢要到两三百哦。啊，剩即个剩过半过半月尔吼，咱是毋是会较少啊？用这个过半月来做最后的冲刺？大家呢，赶紧冲一下吼！啊，有缘的较多，所以咱在咧求道的时阵，拢甲点啊，先拢念迄条标语讲：好修有缘精进，好修有缘精进，讲有缘的众生。哦，所以咱来会晓得到，咱爱记个四句啊，吼，最后四句对啥？善助互念，欲作好善助互念，就是咧修咱家己，咱咧念头爱弘正，吼，爱有清净，善助互念，广度有情，广度有情是啥？就是爱度人救人，吼，啊，留步将来。无能断绝，就是讲这个道通道尾咧，即个道家咧是咱个手吼，咱来接较接个，咱来拍咧走到尾落去。嗯。咱一直走到尾啊吼，是不是爱个接个爱到头前个？嗯。咱个老前辈将咱这个八已经到达咱，咱是大了啦，咱是大个继续爱个。到位，安尼叫做无灵断绝，安尼好唔好？好，啊，因为十多点了哦，做到九点，因为今天呢，这个主讲呢就是咱严义坤老师哦，啊，伊是一个修为非常的好，伊个家庭拢是德化家庭，从因爸爸哦，这咱当初迄个咱做掉迄个甘肃。啊，大爹，啊，佮传了，即摆后生，伊个帮助呢，啊，即摆咧，啊，旅游的即个干经理，哦，金融的干经理，哦，啊，即个严立坤老师，伊即收入非常的好，啊，得他嘛非常好，啊，今日咱有即个机会，哦，来邀请到咱的严立坤老师来甲咱来分享做人真心的即个真谛，是不是啊？哦，啊，咱依着即个。最热烈掌声来给欢迎这里啊！最后啊，我发给啊，给恁个弟兄到这所在啊，最后叫恁啊，每到113年，大家都能平安顺遂哦，快乐吉祥，安尼好不好？好。
是白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老师好，老师好。
你正在挂一回啊，所以三去遐海洋中心哦，专家人家鉴定，海洋中心人鉴定呢，哦，即只214岁啊，哦，即、這个半月214岁，哦，啊伊是看了安尼哦，伊嘛唔敢讲正去啊，会当活到214岁，当做无简单啊，无简单，所以你都敢放心啊，吼、哦，放心。这214岁都唔是上届中学的榜例哦，吼、哦，啊上届中学的榜例哦，第一名是屏东，屏东就是北部哦，诶，即、这个北平遐个诶国家哦，啊迄当然迄屏东人较少，啊去冰山峭壁哦，所以人较无出名所在，你有当过较久咧吼，啊知影第一名偌几岁？500岁。所以咱人这即、这个放你咱卖去甲害，卖去甲食，伊会当活500岁。伊咱人加足种心足中学对无？对。啊，不咱人敢是，我那想要安尼中学。嗯。伊想要活到500几岁。哇，500几岁就好，安尼敢无？500几岁。所以咱在世咱求的，敢是要求中学？嗯。唔是，吼、哦，佮。咱嘛是以求神明、求佛祖，嘛是希望咱身体健康啊吼，啊希望咱的身体咱愈来愈好，嘛是有安尼想法的吼。所以这互咱思考一下吼，咱若准备上这个放屁214岁，咱有遐长寿呀，佮交放屁同款，拢伫海内底食水、食水、食迄浮游生物，安尼200活动，安尼如何？安尼时光一天，佮过一天拢伫海食水、食水，安尼如何？那想法无改变，所以咱人感动，阮嘛是有一寡差别吼。那咱人在世，到需要像即个安尼吼，即规箱拢是啥？美金的吼，吼足侪钱，足欢喜的，你看表情足欢喜的吼。咱在世，敢是想要像伊安尼，得着足侪财产的，足侪足侪钱，敢有像安尼？敢有安尼想？哎，所以有一个。一个新闻哦，嘛，这个标题哦，会吸引人。我你的生日哦，挥手唱个发财的喜乐哦，你生日啊吼，啊，数字最后一字六个，你看我最后一字是哪？哎，加哎，那三字为六颗，一倍六颗哦，啊，六颗对不？那哦，你啊，那会讲天生的富贵命啊？哦，你看看到那，你有感觉心内我做欢喜的吗？哎，我那讲，即个人吼，八啦吼，你啊一月八八，吼十月八，就讲一心如意得顺啊，到安尼，你也想要去看嘛？即个新闻吼，啊，有啊看咧，我来点入看啦。其实咱啊看看啊，哎，不管你啥物，伊拢甲你写了袂歹啦。啊，其实内底有一寡重点，你嘛是得爱让书，爱让他。那咱老来分人，咱就知影讲，咱一世人会当富贵，也是贫贫，拢是因为啊。哦，来，咱这三世因果经啊，或三世因果经就来讲哦。讲咱会当即个咱骑马坐轿，即可能有马有轿。咱即个可能有坐车，大家好嘛有坐车哦，对无？哦啊，哎，到骑马即无马有轿，即恁当老马有哪好赢啦？因为饲咧只马吼，只马就真真侪钱哦，吼啊！伊讲就是因为精神有哪修着铺路嘛吼，啊，会当穿绸缎，即个人会当穿绸缎的，吼，咱即个衫本来就材质咯，吼，比绸缎较好的材质嘛有，吼啊，咱精神拢是有布施，啥去救济贫穷的人呐吼，咱有食有穿是啥物原因？咱就是有真细人吼，有地方去施舍，施舍人吼，啊无食无通穿，也是因为真细拢无去分享互别人，安尼就对。那今仔日会当住即官楼大楼有对，为虾米嘛是真细人？咱有施比上安稳吼，有布施的对吼，那福禄会当补足。咱就是有来做事建良平啦吼，那各位前人咱遮到这，一定咱精细人拢有做，无咱今仔日袂坐到遮对无？嘿，对，咱会今仔日会当来遮吼，大家
是幸福的人。比如我们感觉讲，哦，咱这两人身体健康，才有法度来到云南。哦，啊，你当扮演放下，哦，我前些可能家己甲各位拍拼，一般人的家己嘛是跟恁拍拼做工作的。哦，啊，为什么你会选择讲今仔日来到云南？哦，也是因为今天这样准备讲今仔日有开云班对无？哦，啊，讲叫咱大家会当来踊跃参与，吼，啊，来去提醒。不过咱嘛是选择无去趁钱来到遮，为什么咱会安选择？哦，那么开这个法会嘛是真无简单哦，安那无简单，敢爱有人首先来报名，哦，啊嘛是爱想帮咱遐真认真，拢真认真，吼，真特别甲咱做咱的中道的，吼，那。当然，吼，那爱有咱哦，所谓办书记官，吼，那有还有爱准备干的，虽然准备了奖金，了这个地方无好讲啦，我是安尼无好讲，我讲这个是第四摆啦，啊，搁第四摆，我逐个拢做申请，吼，啊，人生是一个非常大课题，吼，每一摆有还要准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拢重新搁思考人生的问题。咱有安尼想过无？人生的问题，你有去思考？你看袂到的啦，吼、哦，想袂到的，做袂到的物件，咱到底思考？吼、哦，咱这就是咱希望大家咱理清迄个意图啦，吼、哦。那所以，哦，咱来到人世间，应该不是为着要重视嘛，就为着要赚大钱，咱有啥物钱来啦，吼、哦？那。所以一般人讲天下嘻嘻皆如你啦，天下将用皆如你往嘛吼。那看这图啊，吼，那清明上河图，那古早就有这种图吼，画起来，遐侪人咧做生意的遐个模型，吼，摊贩很多，敢若这夜市啊，可能吼人足侪喎，咱敢有去踅夜市？吼，我真无去踅夜市。啊，夜市人做差差差，啥物人拢有，哦，乞讨的食的吼，买物件拢有，啊，这嘛是安尼，哦，啊，这侪人来来往往，这侪人拢为了啥，名跟利啦吼，两项啦吼，那所以人敢是为着名跟利来，啊，这嘛是咱好好啊思考哦，因为哦，咱前下有通啊解做掉哦，这名跟利哦，像利啊，这是咱哦。有穿鞋啦，那无穿鞋，这钱倒好，有好吼。那在生吼，咱到底爱用偌济钱？咱敢有甲算过？啊，遐个看新闻，我有一个教授，清代的教授，伊将一世人的累积本来财产哦，8000万，捐予伊下吼，吼，安尼就。伊感觉伊一世人打理一个爱心已经老啊80几岁，伊想要将一生所累积的财产安那帮助遮合主继续会当得好伊的学问啦吼。那这是这个教书，啊，伊会知影善用伊的财产吼。那咱呢，咱用咱的财产做啥物代志，这嘛是咱爱思考。啊，咱知影讲哦。犯念不离情嘛，因为咱一切拢是因缘，对吧？那咱即世人也有法度赚足侪钱，就是咱话讲的，即世人啊，已经有贡献，咱有做一寡好代志，即世人才会当有遮尔好的果报。哦，那若真拢无要紧，咱会当安那改变命运。吼，咱改变命运，按绝对就是改吼，即嘛是咱爱去吞探讨的吼。那所以咱老师有讲。条歌吼，叫做《甲青的人生》，叫咱安那来甲青吼，遐条旅行的意义，咱较捌听过这条歌，吼、这是国语的歌吼，啊，就通来唱国语啊，咱就听看卖啊，吼、哦，而且这敢有声音吗？安尼敢有声音？人生，咱想坐着一辆火车哦，吼，咱有一个人，
我坐一只火车去一个所在哦，啊，所以老师来，我们叫来讲，对人生爱无无常的感情哈，对逻辑淡薄的看化法，对真理还有对别的一些心，啊，那个情况嘛，多梦想在失去，多梦想着美丽春天，多用心在。水月哦，囝来地
的花，啊，水里内底的月，吼，拢是端正拥有啦，吼，端正拥有。不过咱人煞怎啊白里内底吼，那这白里内底因为迄个上假的啊，你摸袂着的吼，咱把迄假的当作真的哦，吼啊，不过咱当作真的，咱人啊为了要食较好的，会去做做咧。哎呦，吼，啥物拢食，吼，佮啥物拢食，因感觉无食过，含即个口欲，吼，啊，逐项拢无袂食，哦，啊，毋知影讲，因为食即种了伤害了身体的性命，吼，啊，是讲，哎，为着要趁更较侪钱，会去共骗的，哦，即诈骗集团真侪咯，头脑足好个，伊足巧个，佮伊家己巧对不对？容易诈骗。吼、哦，去用各种方法去诈骗，吼、哦、啊！这个诈骗集团的步数吼，拢会入日程啊，出程月薪，拢会改变吼，啊，进入安那岗位啊，伊就安那改变吼，啊，看啥会去用骗去，吼、哦、啊！所以有的人嘛是讲希望讲，毋是单了着看几单，爱看伊骗偌济钱，吼、哦，骗偌济钱啊，还几单，吼、哦，啊，安尼会真侪嘞。嗯嗯嗯嗯嗯那一般人是嗯安尼啦吼，那不过你的新人啊，会去探亲戚的生出来，哦，那探亲戚呢，哦，咱人会走去对，走去地方啦吼，哦，那往这人生当中，不管往正路见做离归啊吼，所以不管咱是快乐、伤悲、贫穷、富贵。老师拢讲讲，这是短暂的，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伊会无去啦吼。快乐嘛会无去，悲伤嘛会无去，吼，富贵嘛是会无去，吼。那啥物叫做正路？人生啊，那像一个大路的这个路面啦吼。那你若发到有这个路当中一个。他会安尼光光笑嘞，你看到头一个方向，安尼就是一个正路。啊，你看知影迄个正路有多少？每种迷失的拢无相同，咱即现时迷失的状况拢无同。所以，咱来求着灯吼，民俗甲咱质量甲有一个真主人啦吼。那所以咱就爱来探讨真心的真谛，吼那。而且探讨了后，他就讲到两个啦吼，人生无常啦吼。那讲到人生无常的时阵，就是伊不是一直常常拢伫遐啦吼，一直常常拢伫遐。伊个啦，这个花啊花真正是安尼，伊到一天会花完，嗯，嘛是无去咯吼。那咱人有法度伫这个无常当中吼，来体悟真相，这是咱。要来了解，那这个八点档一哥啊，基隆，咱刚刚听到这个基隆的人，啊，伊家的导游啊，哦，他拢在拍那乡村剧啊，哈，平时应该拢有请去去吧，哦，国大伊的哦，啊，可能老大人哦，咱帮看过这个影村，有一摆哦，伊哦熬夜拍戏，刚才伊熬夜拍戏，连续三十六点钟都在拍。三十六点钟嘛，拢无困；四十八点钟，两天拢无困。咱感觉有这种经验，我讲一天无困，但他的身体就真艰苦个哦。哦，伊四十八点钟拢无困，结果伊怎啊？梦爆性肝炎，肝炎即个梦爆性的肝炎哦发作。啊，发作了后，医生就阿讲哦，这非常叫做非常严重哦。哦，哎，这个患病过程当中哦。伊就有一种感受，讲人生的难度哦，是啥物拢照着伊的希望去做。那爱知影有一寡代志吼，足侪代就是一寡代志，拢无法度达到一种平衡点。伊为着要较远，伊爱牺牲伊的啥，伊的困眠，牺牲伊的健康哦。啊，伊较远是为着啥，为着得钱啦吼。啊，当然伊讲爱去平衡，要去取舍。你爱去出下，你爱去选择哦。那各位前辈，咱会安尼用咱的身躯嘛，像安尼用，你敢有
的身躯会当用用偌久啊？啊，会当用偌久？吼、哦，咱这机台吼，一只车会当驶偌久？就喊敢若换车啦吼，交换换单吼，我换一只车，我用驶二十几公里。啊，我换咱二十几公里，三十万公里哦，安尼那上也还可以啦吼。啊，我看目哦，有一只头油牌的车哦，讲驶160公里啊。安尼够重哦，非常哦，啊只车哦，我讲做基本的保养也无法度驶160公里哦，所以头油牌的总公司哦。就要甲收回去，换一只新车哦。为啥物要换一只新车？我但即个故事讲吼，修理车的头家讲，头家甲我讲，因为要甲修理去研究吼，安怎迄年纪会当遐尼，用遐尼久啦吼。哎呀，大家车拢用遐久哦，安尼头要怎搞？很多年车，无安怎啦吼？啊，所以要甲研究看安怎，差不多一个时间就应该爱派。咱即哦，生理人是安尼想法的，啊，咱人诶，为虾米安尼想法？为着要去做较侪生理诶人吼，啊，搁影响恁在台东诶电，诶电器也是这个吼，拢真很耐用诶啊，哦，迄电风拢吹袂歹啊，啊，咱即个电风可能吹几冬也袂歹去，哦，所以保养上面咱嘛是办法，咱即个身躯哦、肉体啊，嘛是。这个把子呢，它也太，哇，那也太哦，搁看你安那保养，然后看你安那保养。啊，讲到人生无常，就是讲当咱啊化痰的时阵，咱就时刻人生无常一件代志吼。那所以，谈刚刚失去了吼，他怎样可以吼？那对于咱人，赶快嘛，咱的父母吼，咱的亲人。从他大概过世了后，他才那想要来友好。哦，那对咱的一般的接受的人，咱的厝内底咱工作的人，吼，你嘛通当甲讲去甲伤害，甲讲希望伊甲咱啊挽留哦。那唔通甲咱患病时就他才要注重健康哦。那唔通等到讲安全节的开始啊，他要你吼有啥物叫做无常哦。嗯，通等到有药可求吼，才要感恩性命。吼，像即个咱台南吼，迄流行的登革热哦，啊，我阮一个同事讲，我最近着登革热，非常艰苦哦。伊讲安尼会发烧，啊，想要吐，啊，是规身躯无力。吼，啊，我吼讲无怎啊办的特效药的，到药啊伊无药啊含伊的，所以。伫遐个时阵吼，也是爱真坚强吼，因为爱等个尽头来过吼，等你家己个身躯会当抵抗这个病吼。所以咱人吼，人等到生命要结束个时阵，较想要来断红休先吼。人通讲等到要死亡个时阵吼，较想要来修行啦。吼，那人通等到身体不轻，较想要筋骨来保庇。吼，那人通等到讲这个要离开人生。人生跟他的要来寻求解脱啦。那到迄个时阵吼，身心分离的时阵，他要来求去会当出世的这个佛光吼，安尼拢已经来不及了吼。那所以，伫咱遮当时无常的人，无难成吼。咱即目睭睁开有看到今仔这个日头，都爱感恩今仔阁有一日通继续落去吼。好，那所以老师人讲吼，伫静开始做起。动啊，开始做起哦！一进开始呢，那每一间拢是咧倒数人生啊吼，然后咧时间是拢冰冷，不是往前进的哦。最后剩下，啊，咱要跨年，所以过几天又要跨年，我倒数计时，10、9、8、7、6、5、4、3、2、1，哦，恭喜新年快乐！啊，过咱咧人生哦是安尼倒数的，剩下倒数当中哦，吼，做侪代志。哦，人一旦啊失去，就拢无法度去等，所以爱安怎？爱当珍惜，吼，珍惜今仔日啊，活在当下。过去，咱讲诶，不管是伤悲，不管是怨恨诶人，拢过去啦。哦，无愉快诶，拢过去啦。哦，那活伫中当下，吼，咱若活咧，吼，你用心去体悟咱诶真心，不管咱真心。
过了有顺利，也是无顺利，有当时也是真艰苦的过程，咱嘛是用心去甲体悟，哦，生命要带来是咱什么意义，吼、哦。好，所以这个顺利皇帝哦，伊出家的时阵有这条诗啦，吼，讲来时好多去时的，他在人间走一回。人情生活随时好，生活之后我是谁哦？那这个我是什么人？哦，这个我会当分作一种的是咱这个外的我，表这个我。这个我呢，哦，伊四大皆合，什么叫做四大皆合？水火风土哦，咱呢哦，会当我呢，嗯，会更来带有我这个水嘛哈。哦，水火，安尼火气嘛，有烧气哦。你别怪讲，有迄烧气，内底有火哦。你来发生的时阵，它特别烧有哦。哦，啊有火，风，哦，安尼火气有风哦。哦，土，这个身躯啊，这个肉哦，哎、是数十样的化学物质组成的。哦，那到尾死了后嘛是归于土啊，哈、哦。那咱人甲动物有啥无共？嘛是四大皆合对无？不过咱人为虾米搁比动物更好获一个长存？因为咱人有理智，咱人有智慧，吼、哦，感谢你。是。吼、哦，咱人有修行的道德啦吼，才能做人。啊，咱人无修行的道德，才能做人。没。无法度做人，所以。忘掉去开端哦，所以中大心与方便哦，咱知的我拢是这个肉体的我。你对这个我有好无？嗯。你要方便先生好清白，哦，你要爱吃好吃啊，又吃，可以吃好吃的物件，哦，那会使哦。查甫我着去穿一个水果对无？啊，查某会着一个黑好安我，哦，你为着这个身躯，你为做偌济代志？那我做做点代志。嗯，做做的代志，有伊欢乐的，嘛有伊痛苦，有伊欢乐吼。那以前讲吼，不如不去，也不来，也无欢乐，也无悲。到发到安尼，不去不来，有啥物物件当不去不来？嗯，哦，那先讲吼，把咱讲一个故事啦，讲一个故事真趣味啦吼。讲如果伊问足侪啦，问即个气天神教用土地公出生地咧，五鬼地第六地的众生嘛，佮问甲咱人，伊问一个啥物呢？如果你若得到真心，你想要做啥物吼？那问即个气天神，讲你若得到真心，你想要做啥物？哦，讲我这做神吼是有限时间的啦，哦，做五百当的事。那做煞了后，安那都去轮回。所以我若发到得到人生哦，我有安那，我要来学道，要来参道，要来悟道，才会当了脱这个轮回的苦海吼。那咱拢捌听过在神求道吼，像这妈祖吼，伊就去求道吼。那根本就交流吼，这交流吼，伊会当宽丰富裕吼，也当吼这个海水安尼应嘛应，能力真大。那人无着教养，你若发觉得着人生，你要创啥？吼、哦，讲我若得着人生，我要好好的来出家修行。伊若当出家修行，才当了脱这个苦了吼。拢问着土地公吼，啊，土地公大家就爱去拜土地公咧。土地公吼，拢希望求土地公甲咱保庇啊，爱有财啦吼，还是爱有身体健康，爱啥物啦吼，拢去甲伊求。啊，土地公讲，我若发觉得着人生。哦，我要呢，家己好好啊来修哦，我家己做功德，我爱等人来给我拜，给我做功德啦吼。那根本就是啥出心得，那出心得呢？因为在世的时阵啊，咱无做着好的代志，所以才去转做出心，无去到一寡恶性啦吼，也去做出心得。所以伊讲，我来到这条人生哦，我要好好啊来。啊，天仙，吼、哦，要来做好的代志，天仙，吼、哦，会当找到一条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吼、哦，找有智慧安尼啦，吼、哦，来解脱人生的痛苦。好、哦，那根本
到这个月归道的众生哦，那月归道的众生，因在世吼，因无修改吼，啊个哦浪费，所以伊讲伊难当得到人生吼，更何伊再一次有人生的话，伊要好好来来修改哦，那珍惜所有的一切，别去浪费哦，会当互家己吼找到佛的智慧吼来解解脱。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我问到地狱，地狱的众生哦，那地狱的众生呢？因为在世有就是，原来无修着五戒吼，五戒三德忍妄具，伊无修这五戒，不过修人伦吼，那无做着好的人吼，所以伊拢去地狱的啦。伊讲伊人发多吼，跟用心做人的话，伊就要好爱修五戒。要来好好来做人，吼，修这个真道，会当吼，伊会当去找着，要安那解脱轮回的一个方法甲个智慧了了。那最后问甲着咱人，啊，咱人吼，我若有得着人生，我就是人啊，吼，我已经有人生，不过我要对啥？我有新的厝，新的车，新的衫。个还有新的工作吼，你啥物拢爱有新的吼，要有水姑娘啊，通咱娶啊，对无？叫一个领导啊，吼，种种种种的吼，金银财宝吼，名利新鲜吼。那各位前方问大家啊，讲咱人回答安那，你感觉倒一个较巧啊？啊，倒一个较巧？人上戆对无？一定有人心啊，不过想要追求遮个虚幻诶物件，虚幻的物件吼。其他诶拢想要去做人，啊，是啊，做了人安啦，好好安来修去吼，了解解脱人生痛苦、轮回痛苦的方法吼。那咱得着民书一字，有甲你讲，有甲你讲，你会当。解脱轮回无？嗯，消生了死，噶有爱讲安尼？哦，这噶有足重要，非常重要哦。这是天大的秘密，你真拢知啊？天大的秘密，我听有啥物叫做秘密吗？嗯，就是无人知的代志叫做秘密啦。哦，啊，今仔日咱受着民书一字哦，把咱讲咱下当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哦，咱。得到民书的印记，你有知影那条路里底无？要安那脱离？嗯，好，那脱离知影路吼，知影目标，真好。你说爱有方法无？嗯，也是爱有方法。所以而且哦，咱这个身躯你要安来善用。嗯，咱的在世的时间，毕竟哦，非常重要。讲尽咱的身躯哦，是六百当的结晶。结晶啦吼，结晶啦吼，带你用对吼。哎，咱这个身躯，咱流浪六万年哦，伫这个轮回当中已经六万年，这个身躯不管安怎轮回，经历着这个身躯哦，是六万年的结晶吼，用结晶啦吼。那万般的信念吼，以后有法度得到万般的信念这种成就啊吼，你要成功还是对了？拢是完全靠现在，现在哦，你即世吼，那所以这个是上界关键的时刻，咱好了解无？这个选择上界关键，你要做唔做？知影目标伫遐，你要行无？敢要行？嗯，爱。这个是上关键的时刻哦，那唔通知影尔，唔知影行唔行吼？那所以伫民主哦。注意，甲咱讲哦，山的本性是啥物啦？这叫做牛山灼灼的山芋哦，出处哦，啊，连住跟牛山哦，一个山叫牛山哦，伊曾经嘛是山的模样，生作安怎，可能做水的，啊，伊进来牛山哦，就生作安尼，你看这个山拢，你管拢个树啊，光秃秃的，啊啊。伊讲这个山哦，因为伫这个都市的边啊，过去的人吼，伊拢无家属行业，伊拢平安茶，哦，所以人拢会去山里内底采茶，
所以你有参抽屉，所以你有参错家哦，放在水的哦，虽然安尼哦，王朝的是伊阿所食，伊卖暗时休困啊，佫会将全部猪肉的滋润，伊会佫生起来穿，佮生出来。啊，佮生出来时阵哦，佮去有无油无有诶啦，瓜油啊瓜糊啊，来走安那，啊食食去。所以你看到即个，我咧无山就安尼光秃秃的，哦，咱人看到这山哦，生成安尼光秃秃，所以啊无山伊本来就生成安尼啊，哦，啊也甲咱比如啥，比如咱人山的是，你敢有清楚山原来模样是安怎？够清楚，因为咱想想袂出伊原来生成安怎，啊咱人的本事，够像甲即只山同款。原来应该是非常的水吼，咱人的温水敢是水的，敢是鲜的，吼嘛是鲜的。不过为虾米洗出来对啊，会去有牛蛙酱去？吼，啊，较会只有好的物件造出来去吼，吐吐去，这物件是鲜的。还有这你看看遐牛蛙，人性爱变恶的地方吼，其实人的本性本来是善良，是美的。好、哦，那孟子也甲人讲，咱爱回顾咱人本性的美德啦，吼，人本来的面貌是啥？咱爱回顾哦，吼，啊，佮某迄树仔佮生出来，佮迄叶佮生出来，伊就安那愈来愈水哦，吼，那所以这条歌叫做《情歌》吼，咱真哦爱回顾本来的我是啥，吼、哦，这是咱这条歌哦叫做《情歌》，咱来笑看下呐。啊，刚刚听过这条歌，好，我来听哦，这条叫做情哦，调调问佛，哦，来问佛，啥物是情哦？变人会当心头，善人解脱，非人会当解脱
这生命轮回之苦。嗯。石头，但你敢有法度石头？那无明书甲咱指点，咱敢有法度石头？无法度。所以明书一直予咱传着真吼，吼咱知影讲，咱有一个真正主宰咱这个身躯的我。这个身躯啊，就好像植物人，植物人敢有我呢？哦。有啊，伊敢有法度去讲话？无。听不进呐，我讲的植物人听不进，无法度。哈、啊，这个身躯有啥物有法度？安尼手会顶动，脚会顶动，啥物敢主宰？就是不是。啥物敢主宰？就是不是。就是迄个真我，那无迄个真我伫个吼，这个身躯是无作用的吼。那咱民俗一直讲指点讲，你有一个真正的我。那咱台湾讲的，最最侪人无法度思考这个不管是名利，哦，这个名相，哦，伊无法度放下，啊，无法度安尼清清淡淡的过，吼、哦。那人生几何三千世，人说不过客，那咱人生吼、哦、短暂的这个时光，那时候咱是一个啥？咱人那是来旅行，台湾咱来唱一条歌来旅行。是苦是乐是啥个奖嘛？咱的心的奖啊哦。那这件代志，你若认为伊是快乐的，伊就是快乐的。如果咱来做不断来去承受，咱会辛苦。嗯。有个人讲袂辛苦，有个人就唔爱去承受，啊，有人就唔爱生活，你敢爱生活？你当初你当然我拢啥物事？哦，哦，有人讲妈妈爱洗，吼、哦，咱困到可能较侪人爱洗碗，天热到人爱洗碗，嘛，吼、哦，那有的人讲我都唔爱洗，拢洗碗机在洗，那有洗碗机？哦，啊，近现代有这种发明洗碗机，一只